海外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小云，在《蜀锦人家》中饰演玉玲珑，《蜀地之梦》绝代风华，上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蜀锦人家》，享受多种语言字幕，和我一起体味蜀锦之美。老板娘是吧？玉玲珑。酒色同乡，酒客月落家不还，概不赊账，当月不还家难还。能吃就吃，不吃就滚。我和他一样讨厌杨家的规矩，他和杨家的名声。